跪下同心祷告，求神亲自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阿们。好的，各位亲爱的，我们大西团契的学生，还有我们大西教会，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啊。那虽然外面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的寒冷。那当然也是我们，中国人呢、啊，农历的冬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汤圆？那或许只是一个习俗，但是也是表示我们的天气啊，到这时候真的是蛮冷的。那也很感谢所有的，也很感谢神啊，所有弟兄姐妹，还是照着教会的安排跟圣经的教训啊，不可停止聚会。那每一次聚会都希望大家都是真的是大家都希望说从不管是领会者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然后体会到那个神的爱，神的话，那其实都是有所得的。那这个小时来教会啊，一定会让大家在信仰上面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上面更体验到神了。那所以我们呢、啊、就小弟就以上面的题目来互相分享了。吃诵它是有力量的，而且能够感动大家的。类似小弟在一次的带领的家庭聚会当中啊，所体会到，所以我们也来分享他们这一次，我们这一次家庭聚会里面的分享。那所以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到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参加聚会啊，但是实际上对那些被安排的家庭来讲啊，就算家里很小，但是如果说就算真的是全部教会的人都去他们家，相信他们也非常乐意非常高兴来接待。不是因为说到底要准备多少东西，而是说啊，弟兄姐妹可以亲自到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去感受他们的体验，他们家里面的恩典啊，相信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喜悦，非常喜乐，而且是觉得蒙受神的恩典，体会到主内一家的那种心智啊。所以说我们还是真的很希望大家弟兄姐妹有时间的，那如果说交通一定没有问题啊，教会一定会安排接送，那就是看大家一定可以的话，礼拜四我们就安排我们自己的时间错开，然后去参加家庭聚会。这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哦。就算一个家里面，你如果说一个家里面很大，结果来聚会的，或者是家里面不管大小，那其实弟兄姐妹都很乐意接待。如果说你家里虽然很小，结果来参加家庭聚会的就领会者两个，然后教务执事再加两个，
好，这样四个，好，再加自己的家庭成员五个，那总共是九个。那这样子看，这样整个家庭聚会气味起来就感觉有点，不是那么温暖了。但是如果说你家里不管多大多小，那如果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的话，你也不管怎么样都会想办法伸出椅子来，或者是家里的所能拿的垫子都拿出来，请弟兄姐妹坐地上也好，或者是坐房间也好，那不管怎么样都会想办法让大家有地方坐，然后有地方来体会。就像我们这次我们执事啊，请所有教会的姐妹，那虽然执事的家也不大，他还恨不得把那个隔间的房间都拆了，让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到他的家里面。那这是因为啊，可以到家，可以到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真的是不管是对去的人也好，或者是接待的家庭也好，都会带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感动啊。那所以我们还是真的希望能够大家能够照着教会的安排，那如果说教会有安排你们的家庭聚会，我们也乐意接待，那弟兄姐妹也能够拨空去参加，相信你们会体会不一样的一个主里面的感动啊，不会像在教会里面讲到只有我在讲你们在听而已，而是在家庭聚会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弟兄姐妹的分享也好，或者是领会者准备的题材也好，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很多不一样的感动啊。那天我们分享的是在家里面啊，谁会比较就是会不经意的，或者是很容易的，就不是拿着赞美诗，而是很轻快的，就不管是你在做家事啊，或者做别的事的时候，会自己唱出赞美诗来。那所以啊，唱诗啊，它是一个动词，就是我们诗颂这两个字包含了诗歌跟颂唱、颂赞、颂唱这两个字。那诗颂，颂就是我们要把诗歌唱出来，而不是我们用看或者是用听的，单纯用听的，而是我们要能够把它唱出来。因为你诗颂能够唱诗啊，那其实或许会带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感受，听的人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希望的诗颂是大家能够把赞美诗唱出来，而且诗歌要能够唱出来给别人听，人家才可以感动。那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要爱唱诗，那这相信对我们在座弟兄姐妹这都不困难，只是说或许我们年轻人唱的赞美诗会没有像我们常常听的流行歌唱这么多首，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我们会朗朗上口的诗颂赞美诗会常常唱哦。所以或许我们从圣经来看呢，我们赞美主耶稣的时间呢，但唱赞美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赞美我们天上真神，这个目的是不会变的，而且这个目的是就唯一的目的，来赞美神，来荣耀神。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目的的话，那或许我们唱这赞美诗就失去了它的意义。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唱赞美诗它真的就是荣耀我们天上真神。所以我们可以啊，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十八节讲的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来赞美主，那还有我们在崇拜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前面后面都唱赞美诗，还有最后的祷告完毕，我们也会唱赞美诗的副歌。那
再来就是我们诗歌布道的时候，我们也会唱，那也是希望说，每一次的唱诗都能够感动到更多的人，不管是感动你自己也好，或是感动别人也好。那当天的聚会啊，我们有做了一个调查，那这边调查说啊，谁是在家里面呢，最常常唱赞美诗的？那这是我们当天大概投票的结果，但票数不是很正确，但是差不多是这个票数了。那有打勾，就是在家里面最常唱赞美诗的。或许如果我们现在跟在场做调查，或许结果应该也是差不多。那因为啊，在我们家里面呢。从爷爷奶奶一直到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还有弟弟妹妹，最小的，那这几个家庭成员来讲呢，那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会唱赞美诗的，就是我们的妈妈呢？还是还有其他人？那或许是我们觉得，还有其他人。如果说在家里面是爸爸最爱唱赞美诗的话，那真的是很感谢神了，因为。爸都很忙哦，但是而且在家的时间也不长，那他能够常常的唱赞美诗的话，其实也是代表这个家庭里面，那真的是有很多神的恩典了。那当然，做妈妈的会唱赞美诗，那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在家里面呢，做妈妈的通常都很担心小孩子，或是很担心这整个家里面。那所以很多的担心，还是又要靠着耶稣的力量撑过这一切，所以他们会往往在很多的无时无刻啊会唱赞美诗，因为唱赞美诗啊，真的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就像当天呢，小孩子分享说啊，妈妈就在煮菜煮饭的时候都会唱赞美诗，那结果煮出来的菜饭真的很好吃。或许我们做妈妈在家里面试看看哦，你煮菜的时候，然后一直唱赞美诗，煮完以后请小孩子吃，然后或者是你下一次煮菜的时候一直念小孩子，一直骂小孩子，然后再煮给小孩子吃，看小孩子的感受会不会觉得这个菜有没有差别哦？那其实啊，那不是说材料的不一样有差别哦，而是真的是用。爱心煮的菜，用喜乐的心、平安的心煮的菜，那或许真的味道就比较好吃。那小孩子都吃饱饱，而且把它吃光光。那如果说不是一个很平静的心，或者是一直念小孩子的心呢，或许你煮的菜会多加了盐、少加了盐，因为你一直很生气，就没办法很规律的放这些。柴米油盐的结果做煮出来的菜，那就或许也真的不太好吃了。那所以啊，如果说我们可以在随时随地在家里面唱赞美诗啊，那其实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不太不一样的意义啊。那一天也有很多的分享，所以我们。所以，我们找出了几个我们会随时哼唱赞美诗的一个原因呢？那或许是我们自己第一首会唱的赞美诗，还是有时候领会者每次他上来领会，就一定翻这首赞美诗，所以大家也用猜得透他会唱赞美诗，或者是特别聚会一定会唱的赞美诗，还是有几首我们刻意去背的赞美诗。那或是练诗，我们会练到的赞美诗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爸妈很爱唱，当然我们就听久了也都会唱，还是我们有时候有些特别的见证的时候会唱的赞美诗，所以我们大家会很印象深刻，然后在随时随地的时候，就算没有赞美诗，就算没有钢琴在弹，那但是我们就是会把它唱出来。那所以看
大家是什么样的原因，然后会常常唱到这首赞美诗。或许我们也可以稍微去思想一下，那我们有时候不经意的会唱赞美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原因，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们爱唱赞美诗。那当天啊，我们就先从最小的小朋友开始啊，小朋友他出来唱，就先唱这首。当天只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那阿嬷家他奶奶家唱诗，他就唱了这一首。那或许唱的时候最大声的就是第一句，还有最后一句最大声，因为小老师在教的时候啊，那小朋友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第一句，然后但是老师又讲说，中间唱太小声，所以他把最后一句唱最大声，表示他把整首都唱完。那小朋友会唱这一首摩西有牧羊杖，然后最后唱一切都给主使用。那相对于小朋友一个单纯的，他就是老师教什么他就唱什么，或许里面这些故事这些人物到底为什么有这些东西，那老师当然也会教，但是可能小朋友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只知道说反正摩西有牧羊杖就对了，然后最后都拿给主耶稣使用。那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听到这样的诗歌，那我们自己对神来讲我们有什么呢？所以我们真的要体验到常听到这样的诗歌，虽然它只是一个儿童诗歌，但是却勉励我们说啊，在要把握机会尽自己的力量为主做工，一定会蒙纪念。就像圣经说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你要付出你的心力去做圣工，你要能够付出你的恩赐去做圣工，你才能欢呼收割。不是说我们都嘴巴讲讲说啊，今天有教会有什么圣事工啊，好多弟兄姐妹反正他们做就好了。虽然我有这个恩赐，他说就会想说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会做，那不一定要我做，所以我就不用去做，那我就来聚会，聚会完毕就走就好了。那实际上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其实我们要体验到神的恩典会是少的。那我们要像保罗啊，蒙主选召的时候啊，马上就跟主耶稣说啊，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他已经是有当时的一个非常好的圣经学问，而且是非常好的社会地位。但是当他蒙主选召要做工作的时候啊，他还是跟主耶稣说啊，主啊，我当做什么？很谦卑的向主耶稣说，而不是说很骄傲的说啊，主耶稣啊，我会讲道，所以你就给我排讲道就好了，那其他的事我都不能做，你要叫我去扫地我也不要扫，你要叫我做其他的工作我也不要做。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他都有希望我们要去做的事情。那当然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就尽力去做，那相信会做得更好。再来那天的除了小小朋友还有小朋友，那他们就唱了这一首大山可以挪移，这首赞美诗就很简单，只有两句而已，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然后再唱一遍一模一样的歌词。那再配上他们三个人的一个唱游，刚好三个一边一个，然后一边推大山一边推小山。那老师们相信宗教教育的老师们也很用心，让他们体验到从赞美诗当中体验到一个神的能力是多大。那从他们的唱游当中可以体会到或许真的一个大山真的就可以移开，那小山也可以移到别的地方。
那但是啊，我们希望他们体会的是，耶稣的慈爱是永不离开的。那圣经也说啊，神是用永远的爱来爱大家的。那如果说我们唱这首赞美诗的时候，没有体会到耶稣神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都是爱我的话，那或许我们听这首赞美诗啊，就没有很大的一个感动了。那就算是儿童诗歌，也是会带给我们信仰一个很大的感动。就看我们没有好好的去体会这首诗歌所讲。这首诗歌很简单的，就是说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移开。这个大山移开跟小山移开，跟耶稣的爱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我们要去体会的。那这就是。有时候儿童诗歌它是很简单的，而且是词义很直接的。那或许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来讲，只要这样子的单纯相信神，我们只要这样子的恒切的来信靠神，那神的恩典其实就在你身边了，那神的爱其实就没有离开过你哦。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爱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那再来就大一点的小年轻人呢？年轻人虽然前一天教务有宣布说，希望那天有就是家具有空的年轻人呢，可以去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因为当天的家庭里面有3位是刚好在学的学生呢，所以希望说。有更多的同年期的学生去参加，那或许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你们所爱唱的赞美诗歌，真的是比较多元哦，而且是很多很多很多首，唱都唱不完。因为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我们教会青年呢，自己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上个月是听到这一首，然后过了1个月又换另外一首。然后下礼拜又是另外一首，那都觉得说啊，他们好多诗可以唱，那所以当天几位年轻的孩子啊，他们也讲了好多首，但是我们提了这一首，那牵我手伴我走，那这首赞美诗啊，说前面第一句话问，是否我能够坚定不移我脚步？我的脚步到底要不能离开哪里，不能移开哪里呢？那其实啊，就是啊，我们不要离开主的羊栏里面，每一只羊都是神所看重。那就算走失了一只，牧羊人还是拼命的去找回来，要让它回到主的栏中，好好的保护，那好好的爱护。那但是就靠我们对神的爱，对你自己的信仰，是不是有很坚定的立场，很坚持的一个心呢？一定要在主耶稣里面。那这首赞美诗啊，也常常用在婚礼的祝诗。也就是说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可以坚定你的脚步，可以持守你的信仰，一直到。你婚嫁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会堂里面，为你们两位祝福，为你们两位长老执事用神的灵呢来亲自的证婚，那按手在你们头上，让你们呢有人的见证，也有神亲自的见证，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而且是可以让大家的以后的婚姻生活，或者是以后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大的帮助。因为同样信仰的人，那圣经说啊，不同信仰的人是没办法同父一轭的。那但是相同的信仰的人，却可以携手走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相同的信仰，
相同的目的，相同的恩典，相同的盼望。那这个是其他在世其他的什么很多条件呢都没办法去只有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姐妹，那我们看到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结婚呢，真的是得到神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所以这首赞美诗里面也说啊，求牵我手带领我，然后紧握住你的手不离去。我们要牢牢地牵着主耶稣的手，那也求神啊能够牵着我们的手走着人生路。那相信神会带给我们很多体会不到的，或者是其他的世上的人没办法体会得到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握的信仰它是有盼望有希望的。再来那就是大人分享的部分。那通常啊年纪大的那会很喜欢唱这首古中百合花，它是赞美诗203首，那也有日语版，那也有我们太阳语。那其实很多的赞美诗啊唱起来啊，就像这首百合花里面讲的说，谷中的百合花鲜艳芬芳，虽然被荆棘包围了却毫无损伤，因为这一朵百合花是圣洁无瑕的。那到最后我们复活回天家的时候，可以得尊贵跟荣耀，快乐无涯。那这一朵百合花虽然是被荆棘包围，它是一个很深的意境哦。那或许我们没有什么生活经验，或者是很多困难的一个生活体验呢，你没办法体验到什么叫做谷中的百合花，为什么最后会得到荣耀，为什么在神看来它是圣洁无瑕的。那唯有走过这一段路的人才会知道。所以常常这首诗是年纪大的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会爱唱的赞美诗，因为他们的人生路走到这样的年纪，那他们的信仰路程也经过了这么长一段路程，那其实体验到神的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或许我们在场的做爸爸的他有分享说，他在当兵的时候，那这首诗的节奏会唱得比较慢一点，就是很慢慢的唱。那这首诗唱得很慢的时候也有它的意境啊，就是唱起来也很感动。但是现在他也退休了，那而且有很稳定的工作，而且常常跟家里在一起，然后所以就唱的这首赞美诗会比较轻快一点，就是三拍这样很轻快的唱，那又是不一样的意境啊。那所以一首赞美诗啊，你唱快唱慢对我们人的一个体验其实是不同的。就像那个爸爸分享了，因为他在当职业军人呢，那很多时刻都是没办法自己控制的，那部队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而且他有很长的时间是在外岛国外也去了。那或许他有时候对他们家庭来讲啊，这三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或许他出生的时候也没办法在身边，那在他们小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他更没办法陪着他们长大。所以在部队里面啊，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支撑他，那一首赞美诗其实就够了。因为他知道说啊，一个好的赞美诗啊，那常常就是传唱了两三百年都还是在唱，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旋律，也因为有这样的歌词，让他一个心里的力量是不同的。那所以啊，这首赞美诗它的意义很深远，那就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体会哦。那再来是我们妈妈爱唱的诗歌，当然在座的妈妈们都很客气，那这一首也是
几首里面呢，能够拿出来唱的。那再麻烦分享133首耶稣不改变。副歌这里讲说，耶稣不离开，耶稣不离开，天地万物都要改变，耶稣不改变。这首诗光是用念的，其实我们已经体会到神真的是不改变，那更何况我们用唱，它是副歌，是一直唱的第一节第二节，那副歌都一样。这边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耶稣是不改变，耶稣他从以前就在，现在以后未来都在，而且他的话，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改变的。那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应许可以不改变呢？这世上是找不到，唯有耶稣的话是不改变的。所以这位妈妈她也是一个心里的感动啊，因为自己在家里面呢，要撑起家里面的一个，不管是教养问题，或者是陪孩子长大，那往往都是她一个人，因为她本来就是刚刚我们讲到那位职业军人啊，所以她常年在外啊，那或许生小孩的时候，或许小孩长大的时候，做爸爸的都没办法在旁边帮忙，那或许有很多的生活的考验在他身上，但是他都知道，我们只要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只要握着主耶稣的手，其实神给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就算环境怎么样的艰困，不管是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知道主耶稣的爱是不改变的。那或许人呢，在世本来就是生离死别，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那什么时候会离开，什么时候会不在，那其实我们都没办法掌握。但是我们只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世界就像儿童诗歌讲的，世界全失，那我还有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信仰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尤其是我们真教会的信徒，我们是有盼望、有希望、有得救永生的信徒信仰。那这样的信仰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我们是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要随意放弃，也不要随意就放弃啊。那最后啊，那我们去家具的主人分享了这一首《奇恩典》。那这《奇恩典》有很多的版本，当然我们比较有印象的大概就是铁达尼沉下去之前呢，那几位拉小提琴手啊，就拉着这一首《奇恩典》，从那个船平的时候开始倾斜了，他们已经斜到开始滚了，还是照样继续拉这一首赞美诗。就算当时的人一直在逃生，想办法要上救生艇，但是这几个人就是拉着这一首诗，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时刻能依靠的只有天上的真神，能靠的如果说真的就这样子走了，那他们也是有这样的盼望，说我们一定会到天堂去。所以拉着这一手，不管已经船都已经倾斜，水都进来了，那他们这几个那还是就拉着这一手。所以有时候带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感动啊。那这位妈妈也是一样，她的孩子脑部开刀了好几次，他进出医院，那孩子也没多大，就是高中生的年纪，却要进手术房好几次，脑袋就是头脑就是直接开刀。那这是一个对这位病痛的人，对他们的家人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就算我们说现在的医术多发达、多厉害，但是一刀不小心，性命一样是没了。那不是说现在的医术好啊，我们就完全放心。就算了，现在有时候小小的手术啊，那都可以让人丧命啊。有些人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什么那老翁进里面看牙齿就出来就死掉了，看牙齿怎么会死掉？这就是啊，有时候人啊太相信医术，结果什么都疏忽了。那其实人的生命要走，也就这么一瞬间，一口气而已啊。那所以每一天每一天我们能活着，都是真的是神的恩典。就像最后一句唱的啊，主爱你我，我或恩惠，真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的爱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临到我们的家，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不是说我们自己应该得这样的福分，或是我们的家本来就要得到神的照顾，本来就要得到神的看顾保守，并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善事，或是我们奉献多少钱，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神才爱我们，而是真的是神爱我们是一个特别的恩典。他不会看人奉献多少，或者是不会看人做了多少善事，而是你看你对神的心、对神信靠的心有多少，对神的信心有多大，那你能得到的恩典就是多大。那就是看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没有像那几个在沉船上面的小提琴手一样，到最后一刻一样是紧握住神的手，紧握住主耶稣的恩典。那也就是这样子啊，这位妈妈她就讲到，世上的工作，那其实都可以调整，那但是唯有主耶稣的爱，唯有一个家庭的一个信仰的建立，那但真的是我们要用心去做的，那而且是要马上去做。那所以我们也，我们家庭成员都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你们真的要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看到的都是信仰单亲的家庭，那个小孩子真的很可怜啊，他到底要受洗还是不要受洗？那今天带来教会参加了宗教教育课，结果到他大了，那因为父母亲信仰的不同，那结果他到长大了也对他的信仰有所怀疑，那所以父母亲说等他大了他自己会来受洗，结果也没来受洗，那这样子就很可惜啊。所以真的要用心建立自己的家庭，要有一个共同信仰的家庭。如果说我们还没结婚的青年弟兄姐妹们，你们真的要立志在主内联婚。那如果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那你刚好是单亲信仰的家庭，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另外一半多祷告，求神开路，让他们的心能够跟我们一样，信靠这世上唯一独一的真神，这对你们家庭一定是大有帮助的。那我们当然那些完全没有信仰的家庭，但是是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更早认识主耶稣。我相信他们会跟我们一样得到很大的福气跟恩典。那我们最后，让我们每一个爱唱诗的人都能够被感动，让我们每一个人爱唱诗的人都有力量，度过这一切。这就是诗颂，除了赞美神，那更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力量。那我们最后唱赞美诗65首。胜过尘暴与生命，才能。
祷告，那也求神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位家庭。那当天只有几个人分享就已经很多手了，那如果在座弟兄姐妹这么多都可以分享到你们有时候偶尔会唱的赞美诗的原因或者是很多的想法的话，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跟小弟分享一下，或许下次我有机会再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更多更多，让其他的人更分享你会随时随地唱赞美诗的理由跟感动，那相信更能感动更多的人。那我们最后就一起感谢祷告。